听说昨个陆将军与叶家小姐成亲，没成想那新娘子居然逃婚了。哎呦，别提了，还没走到城门口就让陆将军给拽上马背抓回去了，吓得当街哇哇叫啊。这位将军夫人真是有趣。夫人，夫人，别喊我，我已经没脸见人了。哎呀，某人逃婚的时候不是很蹦跶的吗？现在后悔了？你少神出鬼没的，就算退婚失败，逃婚失败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所以我要跟你离婚。劝你打消这个念头，认命吧。昭儿，上辈子都没离成，这辈子我还能让你飞出我的手掌心。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是重生的？第一次见你就发现了。那我怎么没发现你呢？让我亲一下我就告诉你。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了。因为